窗选有没有？窗选有没有？那什么叫窗选呢？窗选就是你由左到右这样叫做窗，叫做由左到右这样叫做窗选。那特别注意哦，窗选哦跟框选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呢？框这个框选是虚线有没有？有虚线对不对哈？然后框这个窗选哦是实线，那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特别注意哦，我现在用。那个实线的部分选取，你会发现实线有没有选？哎，放开你会发现哦，它这个时候呢只能够碰到哦才算，如果没有碰到就没有算选取哦。那这里哦，我把这个地方再，如果用这个框选的话，有虚线的部分你会发现哦，我只要碰到就算了，碰到上方有没有？点一下，下面的也算选取啊。这个框选跟窗选最大的差异就是说。这个实线要全部选取才算，它只有选这里，外面就不算，有没有？因为没有全部碰到。那框选是只要碰到有没有？碰到这个边边就算了。哦，特别注意，就是两者之间哦，当然用这个这里你们特别注意，就第三项哦，它这边还叫做窗选嘛，你把它改一下了，这个应该叫做框的框哦，叫做框选。啊，框选，那荧幕会出现虚线啊，虚线的部分，这后面我们还在提到，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了解一下啊。碰到就算就对了啊。然后呢，窗选要全部选才算啊，这个是一个选取的一个技巧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我们要继续看这个在2至12页下方这里移动哈，移动的部分。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把房子移动，移动的方式呢，哈，我刚刚有做一个。示范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再跟大家讲，比如说移动这个房子，那我要怎么移动？